人类思维，人工智慧，边个知道我哋下一步会梦想住点样嘅美好未来？我系沃尔特西蒙斯，好荣幸能够带领阿帕克斯迈入人类嘅呢个新纪元，我哋唔会离开你。產品啊，除非你想生第二個腦啦，你要話我知啊，因為我呢個腦唔多好使。落嚟你唔應該嚟呢一度。你有冇諗過我哋喺呢度做乜嘢？我係話做呢啲嘢。你嚟呢一度做咩？呢度唔係工程部。因為我喺度等，等佢哋打出新嘅工單，係需要我電腦模式接管，要成個鐘或者更耐，所以我嘅工頭叫我出嚟周圍行下，識啲新朋友。而家我哋系朋友，几个有福同享啊！我记得我有带嚟嘅，系我自家制嘅洗手液，好好用啊！唔记得用过未添？呢样你睇下佢，右边呢个系无线网状网络，带有语音录音功能嘅，估下边度嚟嘅？我唔想知道。多士隆啊，系多士隆啊，估唔到你。我要去一去洗手间。大定晒，如果开大就系苹果类似啦。想唔想用我呢支洗手液啊？唔使啦。好，咁我再留喺度咯。OK， 開始。等我睇下先。體驗喎。佢哋要運咩去香港啊？地下33层有乜嘢？昨晚遭到哥斯拉特别袭击之后，美国海军第四舰队即刻开往东南沿海进行部署，相对和平的时代被打破。巨型泰坦怪兽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的英雄，在佛罗里达州彭萨阿拉登陆，虽然损害大部分发生在阿帕克斯的美国总部，但是泰坦现身3年多以来，
世界各国政府从未采取任何行动行政总裁沃尔特西博士表示，他们必须通力合作，确保这个世界更加安全。波斯拉是个巨大威胁，亚帕克斯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一劳永逸。